从小就活泼爱动的小泡芙姐姐，民俗舞蹈到街舞可是样样都会哦。跟着小泡芙一起玩画画，是一本大人小孩都可以轻易上手学画画的书呢。滑嫩的沙拉搭配香浓的吐司，一口咬下富有多层次口感的幸福藏宝盒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浓浓的幸福滋味吧。